所以我要买下一片吗？哎，真的有哎，好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哦，对啦，现在才到第二章啦，白痴我在那边自以为。我还想说，怎么可以玩那么快？明明直接到最上层就好了，还要这样一层一层停下来。对啊，扎克你也发现了，又要找电梯了吗？对，力量要点满的男子，哎，也就是铁。是，我有说是铁栅栏。今天有机会在哪来？来，有了有了，开了开了，我们要拍照了。不耐烦，不要动，那么屁啊！听了那一番话后，更不可能像笨蛋一样进去了。扎克，可是你是笨蛋，被锁上了。抱怨呢、欸，抱怨呢、欸，没有。对啊，看荧幕可以做很多事啊。哇，坐上去了，下来啦，下来啦。哇！哇！我直接被雷打哎！哇哦，扎克，我按那种死去好吧？我的男朋友死了，痛死了！你叫我这样哇，扎克血太厚了吧，满等的扎克。被动技，被动技，哎、欸，对，真是被动技，哎，又是一个喉咙了。哎呦！很像星座的话，你就连一个约定都守不了，给我好好的干啊！你不是说要派上用场？我在弹桌子啊！哦，好，连招，抱歉抱歉。好了，扎克很坦呢，扎克好猛。哦，扎克好猛哦。哇，真的只能走这边的。哦，这边有个亮亮的东西，毒气室吗？不知道哎，拿到了遥控器。哦，原来那……哦，我刚刚还在想说，这到底是长怎样的一幕哦？真的是毒气室哎。扎克先用，也是可以用在哪？调查尸体周围。左下，右下，右下。小孩掉下，砝码哦，
它不给我用哦。哎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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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终于找到东西了！啊，总算。地板刷，刷好。刷掉，刷掉！啊，部分那个是身体的哪个部位？若有自觉，就该切除下来。哦，原来干那个是要放脚的。哦，真的哎！哇，借的，谢谢。哦，箱子打开了。有一个好像，哦，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哎！哦呦，哦呦，嗯，哈哈，哦，遥控器的啊。可以动的，哎，左下右下右下，左下右下右下，加油！快快快！生气了，生气了。不小心折断，马眼断了是怎样？通过时间差方式点火的话，说不定能引爆。需要电池，不对，这个。这炸得太烂了吧！哦，这一关超难过的，还来哦！太慢！哦，好，等你。好好，在这边等他休息耶。嗯，好的，又不是物品，一点都不有趣，为什么我非得这么烦躁？因为你已经爱上他了，因为是爱的力量。孩子们很臭，结果去瞄一下，我发现都烂的哈。烫伤了，变得像怪物的小鬼啊！啊，这就是在讲扎克。这是他以前的故事哎。这是在扎克内心深处的故事吗？还来啊！这女生怎么杂音这么多啊？又来了！哎呦！倒是，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，扎克！真的是挺火大的，谈个恋爱都不能好好谈，吓到不敢看。不会啊，不会，这不太可怕。分头行动。哦哟！啊，好意外哦！一个失手，他就这么去了。
啊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们来看看扎克，怎么又有枪啊？扎克回头。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了，到了。然后我们隔着一道，到底能怎么做啊？要做，然后变得飘飘然吗？好，他终于出来了。只要正在各自的针，门就会打开，一个是会让危险的药，太可怕了吧？摆出，他一直叫他摆出好看的表情。扎克头晕的要命，小扎克。哦，他现在在看电影内容。扎克打死变四块果冻吧，难怪他会学坏。哦，他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学坏的。他那么贴心哎、欸，然、哦、后有有他回来，他回来了，别被我杀掉啊！可以可以，有有有有有，他点头了。查克，干！说好的未来不是这样。哎呦，哎呦！哎、欸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！我以为我死了。扎克布吧，他闭上眼睛了。哈！哦，他开枪射了他，吵死了！快！哎呦！有人准许他这样有一个登场音乐吗？枪吗？我们要互干！拿了拿了拿了！我不要！我开了！结束。最后一枚的时候不能开嘛？其实我刚刚本来就要一直按不开枪，是我刚刚按太怪了。我不要，我不开枪。但是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女人称心如意。对，我们做女生就是要这种自觉，不能让其他女生，我们不能受到其他女生欺负。如果我们感情上面遇到小三，我们就是要把它解决掉。下一个看看。他笑了，你少来！我就能露出比谁都好看的表情。怎样？这是怎样？哈！他为了爱杀了自己，他拿这个现在这个消杂 boss 是在攻杀回，这个我二话不说一定会开。很遗憾，怎样？因为我是要由扎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手枪真的是哪来的？嘿，这手枪去哪来了？
从胯下掏出来。哎、欸，怎样？啊！砸盖复活了！多亏你，害我好想杀，想杀的不得了。夹克硬派赢啊！拍下拍下，你觉得自己肚子很开心吗？哇，夹克真的没事哎、欸！全开全开！是用夹克的。耶、yeah, ，打开了！你用那把枪不是那女人的吧？是从哪来的？对啊，我也想知道。啊，那把手枪是他的手枪？哦，难怪他一开始在看他的包包。我是不会自杀的，因为神不容许自杀的人。到了。哦，扎克该不会死掉了吧？不要啊，扎克！他怎么可以停在扎克到底有没有死的地方？你这叫我怎么睡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停在这？还没有没，还没有没。可以让大家去休息了。